的是黑暗灵魂山。半强迫玩家打怪吗？那以前的机制是怎么样啊？我没有玩过之前的。打过老二魔王，老二魔王是谁？这里的王的话我没有打过，我觉得我稍微安全一点，还是跟他们打好了。啊，对对对，这边用那个太弱，魔王。很多都错过，没办法，我眼睛太不知道长在哪，都没看到。啊，我乙吗？应该是不会去玩了。我吃瓜家常每一代都有玩，都有讲过吗？好厌战，我怎么打？水都要喝光了。影片只有从四开始吧，因为在之前的我是在电脑上玩的。我是刺客，我是从一代玩到现在，大概只有 PSP 版缺席吧。我没有更离那边更近的吗？我记得有啊。还是没有，好吧。
您哪里哦？其实是我失忆啊，我不知道到底。我上次是打到哪一个点去了？这个汗应该是可以去，上次不能去的岩浆。有，上次关掉弓箭了。啊，对，那个编年史我还没有买，后来我都忘记它了。确定一下路好了，这里真的是太迷路了。这是我刚刚掉下去的。这边吗？那里我还没去过。为什么那里不能走？不是说流汗就可以去了吗？这边跳下去嘛，上次是吗？哎呦，追来了！这里好像比较容易一些，掉下去看看。哎，啊，活下来了。被这些可恶的火球怪欺负，你不知道会被喷死？难道你的不会被喷死吗？楼上先把那个解决掉啊！这样应该就不会被喷死了。
办法吗？应该诺也是一只可以，一只不行了。当然咯，距离上次你看我可爱苏达进城，我也再玩了24分钟而已。对啊，哦，强盗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快，我想要隐形的说，不知道我开隐形能不能跑哎、欸。没事，不会，不会被你，对你没有作用。哦，好险！隐形是我刚才买的、啊。给我带的也不行，里面的黑棋哦，应该把它拖到那个火球怪那边去，让他们自相残杀一下。招式放完的时候，我没有盾可以挡。黑骑士都抵不过火球连击的威力，阴险的战法。黑旗舰，
停了。然后我技术烂之后想整一个单数了。隐形也太好用了吧，早知道这东西早点买。哇，这么远。这里上楼梯就没有去过的地方了。萤火，真开心看到你，终于不用每次都从那边冲了。堵墙是假的，别跑！别跑！
咔嗒咔嗒的声音，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。不会是要打的吧？赵叔叔，啊！哎呀，他速度太快了，这里应该没有人留言，应该没有那个进来。左手边有隐墙，这是另一个入口。不是我刚刚找到那个吗？我刚刚从这里来的啊，我进来之后左手边这个吧，应该已经找到了。哦，你说我现在这个地方是不靠口轰进来的地方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我不在这。养乐多瓶是什么？我好像还没有看到养乐多瓶。卡住了，这元素碎片，虽然我刚刚又拿过了。就走吧。这太好用了啦！哎呦！的话，就照你们说的把它拖上去，拖下去打，让他们两个对战。
好啊、到了冬天就很麻烦，影片后置的时候要一直消音。对啊，我这样我要怎么下去？对啊，这样我要怎么下去？我打了他一下之后，我要怎么这么小心的掉下去？我来来来来。下来吗？哎，没事了。岩特大剑、黑铁大盾、猎杀骑士戒指，提升迟钝呢？消耗精力好像不错，可以帮助我破盾。啊，这边原来这边有楼梯。冲火车隐形，我刚刚的确是用这招啊。嗯，千鸟总让我惊艳，原来杀一次就可以拿戒指，不行吗？这样子我这个地层还剩什么？我感觉都探索完了，虽然我的感觉都不太准。上面的弩也关掉了，感觉就算岩浆区我去不了之外，其他都解决了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